最后一场，等一下要介绍好玩游戏。等一下叫什么？好玩游戏，守护德比，真的超好玩的。守护德比，守护德比。日落之城。干，我在想这张图其实应该要玩飞的。怎么说？专家很多。对啊，收点好用。I'll find you. 啊，我后面有个墙壁一直推不掉，太不熟了这张图。哈哈，你这个线，没错，好线，好线。哇，你真是好强，哇，不愧是你，理解好深啊。那是肯定。我 nice， 有，好猛哦！哇，扛住压力，你根本就不是这个分段的人，你再来炸鱼的。嗯，没错，那这还是你要带我上分。哎、欸，你加我这队，基本上根本就是来爽的，因为基本上你打的都不符合你的分段。没错。没错吧？那个欧盟还算是会玩的，所以这把应该可以啦，应该还可以啊。Where are you？ 多人多。打掉一次，干好可惜，干太紧张了。我看应该可以打三只的哦。可以了，你已经打七只了，不要过度要求自己。不行不行，好，我还要再更好。我懂我懂，在新婚的这么重要时刻，还在要求自己努力进步。小弟佩服佩服。Give them no ground。哎，我第一次打这张图遇到飞德，哎，你的分段拉高了，大家变聪明。哎呦！应该在左边啦，没错，应该在这里。可以 ，nice， 中路。哎呦，嗜血神哥，那个欧盟会玩的，跟他打搭配就舒服。他刚刚还要帮我下烟手了，但他真是一脸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有料。No more dreams。Bring them down. Still in sight. Enemy spotted me. One enemy remaining. Take hold. 打八十，哇，没办法压下来。我守护德比的分段玩太高了。守护德比是玩脑袋的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他是玩脑袋，最适合我。你应该比掉点评奖吧？完全不能比好吗？我4000多分哎、欸。我现在要玩，应该就是要再开一个新账号，然后再那个再开始爬。为什么太难爬了？因为那个排队时间会明显有差了。哦。因为之前秒排，我就在家里一直压，一直压，一直压。感觉想说睡前来压一场好了，压一压他妈的就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过去了。通行的时候也可以压个一两把。播报装法的时候也可以压个一两把，但超好玩。通行的时候可以压一两把，为什么？啊，你其他时间在干嘛？因为通勤就是滑手机啊，我就会压一把啊。哦，通勤啊，靠腰嘞！我想说你偷情的时候。Spike planted。Bring them down。We'll catch them。Nice。我们好像有。
左边死了。哦，没错。Nice。 是学生哥 ，You are the champion。 这个分段真的不够我打呢，九 Q。我有打10个。说实话，这个分段其实可以掰吧。肯特啊，应该来打都觉得超好打的。没有，肯特打也输了。<笑>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怪怪的，打不了，打不了。哎、欸，好像输了。”<笑>是吗？人家现在不是服务能战魂。 他肯特有个肯特只打高手，他不打白痴，大兵白痴。哈哈哈！看，哎呦，他有练过哎，What the fuck？ 他那有练，没错。狗来了，狗来了。哎、欸，我有点想要换 Intel 的核心，应该不会那边有便宜的牛肉吧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10月份据说要出14代处理器，啊，你有办法帮我用到吗？我可以把我旧的拔下来换给你。不是啊，我是说新的的话，有没有友情价？我可以给你一个很像新的的1390K， 我现在在用。不行，要。哎，没有了 CPU 在友情价的啦，你问哪一件 CPU 是他妈的有跟你在做特价的？ 不是特价，是你用原价买啊，我用特价跟你买啊，那不就是特价？嗯，普遍的用户240就差不多。可是240他如果想要开到2K 画质，那你会开到2K 画质，你就不是拿来玩游戏吧？你是拿来玩什么？赛车？因为他需要两台屏幕，一个可以看2K， 一个是玩射击游戏啊。看，那我就说你赚钱太容易了，你看你。不是，就有这种玩家，真的有这种玩家没？你要看需求嘛，需要就买，需求啊。 哎哎哎！靠！不要了，我被他吓到了。尿洒出来啊！Nightmare is over. Grenade. Okay, right now. One enemy remaining. The last city. 哎，正常，你make love 你很正常，好多人都喜欢问我正不正常哦，我会说你们不正常吗？奇怪，你们希望听到什么样的回答？然后还有那种什么，哎、欸，主播我13岁，我国2今年神话2，厉害吗？我强吗？我钻3很强吗？你这是期待我回答什么？对你好棒，你好强，知道吗？ 哎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